接下来我们要上的内容就是二氧化碳。第一个当然就是二氧化碳的性质，啊，还是一样，无色无味无嗅，啊，它的密度呢比空气大，常温下是会气体，然后呢不可燃不助燃，啊，不可燃不助燃，啊，这是我前面教过的，溶于水会形成什么玩意，我还把化学式写给你看，我还把化学写给你看了，应该至少看到化学式也该会吧。啊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东西？林一飞，啊，请坐，潘酸。我们的绿色植物型光合作用，啊，型光合作用是它的性质。然后呢，固体的二氧化碳叫干冰，然后呢，在我们平常情况之下，会直接从固态变成气态，直接从固态变成气态，我们有个专有名词，把它叫做什么东西？有个专有名词叫做什么东西？张海明，二氧化碳的制备的方式、装置，基本上的装置是跟做氧气的装置是一样的，什么气头、漏斗啦、锥形瓶啦、集气瓶啦、水桶啊、水箱啊，但是倒的东西不一样。做氧气的时候倒的是双氧水，碰的是二氧化锰，那二氧化锰当催化剂，这里倒的是稀盐酸。碰的东西是大理石、碳酸钙，或者是石灰石，或者是贝壳，都是碳酸钙。然后呢，这两个都是反应物，这两个都是反应物，然后产生二氧化碳，一样用排水集气把它收集，方式是相同的，方式是相同的。方程式在这里，这是一个重要的方程式，我刚当初跟你讲，要你要背。碳酸钙有两个方程式重要，一个是加酸，就这个。另外一个是加热，另外一个是加热，我当初也要你记过背过的啊。碳酸钙加稀盐酸产生二氧化碳、氯化钙跟水，当然重点是它会产生二氧化碳，重点是它会产生二氧化碳，所以请你记住，我再说一次，我当初跟你讲过碳酸钙有两个方程式，请你背好，一个是加酸，一个是加热，一个加一个加热。这碳酸钙加稀盐酸的反应方程式，请你记住，这是它的制备。然后呢，我刚刚跟你念了什么大理石啊、石灰石啊、贝壳啊，它们都是碳酸钙，所以考卷上可能写大理石，可能写石灰石，但都一样，就是碳酸钙，是碳酸盐，这是我们以前教过的酸的通性的之一。碳酸盐加稀酸会产生二氧化碳，二氧化碳。然后呢？基本上它的做法、实验注意事项都跟我们当初做氧气一样。当初做氧气总共跟你讲了三个注意事项，有两个是排水集气法的注意事项：一开始的气体不要收集，因为它是里面的空气；二，气体产生太快，把导管从水中拔出。在讲氧的时候多了一个叫做漏斗井，要没入水中，尽量贴底部，要避免气体溢出。我们做二氧化碳的时候的注意事项是一样，是相同的，相同的。我们还有什么反应会产生二氧化碳？这是刚前面讲跟你讲过那个讲过的那个酸的通性的重点，碳酸盐加稀酸会产生二氧化碳，碳酸盐加稀酸会产生二氧化碳，所以碳酸钠、碳酸氢钠什么之类的都可以产生，加酸都可以产生二氧化碳，好。然后呢？碳酸钙跟碳酸氢钠加热也会二氧化碳。碳酸钙加热是我刚才跟你讲的一个重要的方程式，你要背。碳酸氢钠加热也是重要的，因为它是跟碳酸钠的分别。碳酸钠加热不会分解，碳酸氢钠加热会分解。因为碳酸氢钠加热会分解，所以可以放在去烤面包什么之类，让它产生其他通收，所以它要做培用碱。这是我们以前跟你特别交代过的。包括就是他所谓的两其他的方法来制造二氧化碳，
以上就是跟你介绍二氧化碳的性质以及如何制造二氧化碳。好了，请你把该背的东西都把它背起来。好，这就是这样子 ，OK 吗 ？OK。